怎么走？先送水。住持还是贵宾？贵宾。先送贵宾，住持是家里人，贵宾是请来的人。接待服务时刻以宾客为优先。国际服防会巴黎协会知兵培训班开课，透过课程培养知兵团队的专业形象。如果是小朋友，其实你很方便，你就是这样子扣上去。大人呢，就看你就是这样子。知兵是佛光山的门面，进大众走进寺院的招牌，每一个姿态举动都要谨慎小心。智义法师引用佛光山核心理念，强调发心与慈悲的重要性。从基本知识、仪态美学以及礼节等多元课程，内外兼修，学习成为拥有高气质与深厚内涵的知兵。发现错了，看来是在弄错了，人家又一格定为一条。70位学员齐聚共学，目标成为合格的优秀知兵，发愿未来要运用所学，展现出最专业的一面，迎接更多人亲近人间佛教。人间卫视法国巴黎综合报道。